从这个门进来，走到这个屋，这个屋就是毒气室啊，这就是毒气室。这个喷头看不到了，现在已经。这个毒气室很大，你看着了吗？人就是在这个屋里呢被毒死的，毒死之后立刻就从这个门，从这个地方送到了焚尸炉，就这么快。一切都是工序化的流程。